把狂飙当成八卦讲给老姨听。哎，老姨，走吧，带你唱歌去。真假的，走啊！好长时间没唱了啊。哎，你讲个事儿啊？你记得咱原来老房子那老邻居老高的大小子？啊，就哥俩带个妹妹那个。对对对，就他家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前几年他可老惨了。也不知道咋惹过一个野小品呢，完那人儿子死了，赖他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小子自己摸电门死的，作死嘛，那不跟他屁关系没有。哎妈呀！后来呢？后来，但现在他强了啊，娶了个媳妇儿，贼好看，老有气质了，就是领个孩子。领孩子够呛，看着没？哎，那天跟我唠嗑啊，就给我讲他跟他这媳妇儿的事儿，咋认识的啥的。他那媳妇儿刚认识前，一下就给他拴住了。咋拴的呀？后脖领子拴的，后来因为他领着孩子玩玩的好，嫂子感觉哎这男的行啊，完了就跟他了，不来事。那可不咋的，不来事不吃亏，他爹妈不没得找吗？完了他认了个干爹。是吗？啊，那干爹挺大岁数的老头，有钱是有钱啊，但绝呀，之前非得吵着要娶小保姆。那不宋大强吗？那可像了，但是你说老头着是着，对他是真好啊，给他开 KTV。完了还给他介绍活儿，让他当包工头，现在可风光了。但是啊、哦，风光是风光，也闹心。那高家老二，二小子戴小眼镜那个，记住不？嗯，孩子前几年就没了，说是犯点错误。我知道犯啥错误了？你哪知道呢？是不是拿东西给人打了？哎，你看过呀？这不狂飙吗？你当真你追呀、啊？你没看过是咋？哎。